我只拿一杯而已啊！完了，甘斯太不特近房了。车，辛苦。我在等我精神粮，现在有点低血糖。没有摩托车，那不是不要去？谁管他啊？强迫啊！他不去就没有摩托车买啊！就以后没有薪水可以发。对啊，那他不去就没有钱拿，没有摩托车买啊！其实我蛮有钱的，都是脏钱。是，只要不是我本人做，你做随便。啊，不是你一起做吗？你会一起做吗？我不会一起做啊，我不会一起做啊。不是坏事，不是坏事的。他陪玩是陪着你玩，不是跟着你玩。哦，陪着我玩，陪着我玩啊！他会在旁边干嘛？我在旁边拍手啊。看着你玩。哎、欸，你在旁边拍手那更好。OK， 你等下跟我一起去路边发呆一个小时，走吧。哦，好的，漂亮。付钱。你付他400，你付他400，让他放在两个小时。他就跟你唱 KTV 在旁边摇那个铃鼓的一样。你付他，你付他四百。那你有带铃鼓吗？铃鼓啊，铃鼓没有。他可能有，一般的鼓有。一般的鼓。阿贝，阿贝，我给你。多。对对，还有这个第37个鼓。餐厅集合吧。嗯。Hello。嗯哼嗯哼嗯。他那个嘞，有嘞。啊。啊。啊，龙心呐。餐厅集合。龙君不在啊。对，贺龙，有什么？龙他脑袋有点状况。OK， 我拉拉那个 Alex 还有你，东西我都拿。开机车。靠腰。I end up surviving this shit. Shit, if I wanted something, I ain't got the money, I'd probably be robbing this shit. Don't know how much I cry for shit, so I'm willing to die for this shit. You know murder's my hobby, inside of my closet's a bunch of dead bodies and shit. Niggas say that I'm cursed, cause I go to church and stare at the Bible and shit. Shorty say I'm the worst, cause I do my dirt, and now I'm be hiding this shit. Tryna, woo!
把 D D， 你要把 D D I 在我这里哦。小心走。红色灯泡是谁啊？你好，很漂亮吧？大妈。带软糖就再演了嘛，对不对？带够久了。So much work on my celly, I had to go tell all my bitches email it to reach me. All in my DM, I'll follow your BM, she play with the Kroski. We used to fuck on the lowski. She used to lie in my bed and go lie to your face and say I'm just a broski. Nigga, you knows me, you ain't believe it, you wanted to toast me. I had it standing as long as a ruler in case she was cooling and wanna approach me. Dropped them and take her, came back in the culling and she wanna fuck again. I want that tongue again, stuck it so deep she cough up a lung again. Five star bitches, they on the run again, run again. Running in diamonds, they illuminating the way that I come again. I just put so many pennies on the watch and I don't never got a stun again. Nigga, look tall.不带这个，对，整个带。其实我给你娃娃跟饼干。你想买？不然你给我娃娃跟饼干就好。我发现这里面的娃娃是挖空的那种。啊？什么意思？还好我有开，这是没有塞过的。你袋子里面放没有塞过的娃娃？对啊，什么意思啊？那个娃娃塞满的都在袋子里面。放地上，你寄给我。放地上我拿。OK。干嘛给我挖空？哦，你要放进去？哦，对哦，我想说，那你给我放。要拿瓶盖的吗？有。有嘞。嗯，我在看我挖的，今天买哪一台摩托车？我们要出发了，你还在看？超商。出发。要出发了。就这样啊、哦。那个，当然有带那个吗？爆炸装置跟探路装置吗？哦，帮我带，就好。分泰尼那些。在哪？就你在哪？我手里面。我只要枪，我在车白车上这里。看来劲。我有烟。要换哪件衣服？蓝色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黑色的？我们统一下。就你的那个 G63 在哪里？
欸，传 GPS， 我不要 GPS。这个是放好的吗？还是你就直接停？对啊，我放那里。哦，放那里，这是哪里啊？对，我们刚要去操。对，我们本来要去操场的。这是哪里啊？在那高速公路下面草丛里。OK。那用你先停你的摩托车，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捡。我还没买。啊？我还没买。不够钱、啊、不是、啊、你原本哎、欸、你原本不是我哎、欸、好像是不是你那、啊、不是你有的对不是我的车那你去餐厅啊我放一下东西你看，啊，等下让他跟马丁勋造车，他们俩就够了啦。放心，你让我在那边丢那么久，再给我一句 hello。哎，我告诉你，最终我还是替鲨鱼去唱。啊，没关系，鲨鱼，我是被迫的到，没有关系，你让我丢那么久，然后现在给我一句 hello。哎，不是哎，我原本是不没有必要骑鲨鱼的，我是被迫的，我最近是被迫的。
什么？为什么啊？我都不用呢。讲这个一定是那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你脑袋那一段的有出过问题，你要打电话。啊，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好好，骑鲨鱼就没问题，他没骑才怪怪的。我今天骑鲨鱼醒不来，骑鲨鱼就可以骑了，超级白痴，快啊！不过白痴。确实。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出发了，我可以出发了。加油，你们加油。快点，好。喂。有带枪吗？有带枪吗？I just wanna make a couple mil, leave it to the fam and the will. Oh yeah. I just wanna sign a record deal. Maybe buy a house up in the hills. Oh yeah. Might not be the best in my field, but I guarantee that I'm die real. Oh yeah. I just wanna pay my bills, rapping by the way I feel. Oh yeah. I just wanna make a couple mil, leave it to the fam and the will. Oh yeah. I just wanna sign a record deal, maybe buy a house up in the hills. Oh yeah.干嘛再给我一个那个？这个已经有了呢。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已经有扩容了呢。你多带一个扩容。没关系，你带。放我身上。啊，这是楼上那个吗？楼上哪个？这是楼上那个门吗？对啊。电工。谁拿到谁就解。啊啊啊啊！让你出去。那个应该是要绑的吧？对啊，看起来就是要。不是吧？不是，是我们帮他们买的 C 吧？那哪要做呢？你看看那台。嗨、欸！下车，下车，下车，快下车！
蓝色战斗服男诶，路上我跑第一个啊，上去试试，崩坏啊！那个大麻软糖是干嘛的？什么大麻？软糖啊，那个一样啊，一样是烟。强壮，强壮。强壮，第一次我第一次被绑了，第一次就献给你们了呢。不是一年啊，第一次就献给你们了。Red, blue, purple, orange. Red, blue, green. Orange, blue, yellow. Purple, green, red, purple, green, red. Blue, blue, blue. Red, red, red. 继续啊，继续啊。加油，加油。Green, purple, red, blue, orange, yellow, orange, yellow, blue, red, yellow, green, B L U E G I E N Y E L L O W P U R P L E B L U E I D G I E N P U R P L E。我好饿，我好饿。ID， 我好饿，欢迎 L L O W。问一下你们有遇过 ？O R O R G N 哎，什么？背后有呢，之前有。他们什么时候会收到那个？哎，就在一样子保全出来的时候会有。O R。感觉我还有点肚子饿，有点渴。ORNG， 不要喝的，吃汉堡要配喝的。哦哦哦哈！哦，小兰这个人给你看的。一边谁啊？四个，保全公司啊。开了，现在。不。等一下。啊，你们要不要有人过来陪我们聊个天啊？那上是谁啊？先不要冲动啊！先不要冲动啊，行吗？先不要冲动啊。我们是要先打爆他们，还是先卖啊？我很怀疑耶，你知道吗？先买。然后听到爆炸，麻烦先进来一下。保管公司就是派几个人来啊。先关音乐。啊。那么派几个就派几个吗？呜。这卖了。插低，怎么会有空空？不要紧张，不要冲动。卖完喽。
先聊会儿。你家门是进来，我怕他在外面有危险。没有，没事，没他那个位置安全。没几次的小妹，确实。可以给我抱拳哦。哎，学生们，你们重考几次啊？哎，楼上的，慢慢吃啊，慢慢吃啊。楼上的，楼上的，哎，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你们这一次是考第几次啊？考，怎么叫考第几次啊？对啊，我们没有重考过，你知道吗？完全没重考过啊。前几次有人重考，有一组啊，重考了四十分钟。怎么啦？怎么啦？然后下一组、啊、又重考了一个小时啊！再讲一次。然后之后呢，又有一个太臭了，是吧？你丢给我，你丢给我。要整理完，然后给我。拿完了吗？还没拿完。还没，等一下。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哎，还有两千，还有两千地上。我卖哦，我卖哦，那那你出去，这么头出去，再卖喽。卖半了，你暂时离不开战旗了，那我就请拉拉 F 十那个成员选单剔除啊。就再不起床了，没关系啊。起床了，起床了，睡觉之后就错过工作时间了。要卖完喽，要卖完喽。大概五、四、三、二、一。卖，我们多少？两千五，两千五，四万五哎，两千五，四万五是多少？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打到头啊？你们行不行啊？啊，屁话一大堆的，安静点啊！怎么了？放牛班的？小胖，我吃光。干嘛？你干嘛？你干嘛？看你在干嘛？你拿着枪不是吗？别激动嘛，对不对？相信怎样啊？让不让我们出去啊？让不让我们出去啊？让不让我们出去啊？嗯，你们都 OK 的、哦。要不要放我们走啊？三，那个协议里面没不能。三二一，开始下去了。跟我冲，跟我冲，跟我冲！他拿冲枪哦，跟我冲，跟我冲！不要打我。他们在一楼，他们在一楼。检查一下右边，检查一下右边，帮我看右边。男子还在三楼哎。来来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不要急，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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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哎，等一下，枪都拿好，然后去扑倒一个，我们先打第一个，懂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会略过第一个，我会拿亲民插第二个 ，OK 吗？好吗？好吗？好吗？我冲第一个，我冲第一个，跟着我步调，跟着我步调。很短，怕打。没事没事，我扑倒一个，然后我去打第二个 ，OK 吗？来了来了来了。打哪一个？我们打哪一个？我们打哪一个？你们打我扑倒那个，然后我去打第二个 ，OK 吗？来哦来哦，数到三哦，数到三哦，来。
一二三，冲！哎、欸，你不够。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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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我刚遇到人。怎么有铅笔刺客？整理一下。我要弄个凝胶。你们看一下，我上去带人。铅笔要坏掉了。捧吗？帮你捧。不用。怎么枪啊？很恐怖啊！想不到吧？想不到啊！公司派的，我第一次玩这把枪啊！啊，你第一次玩这把枪啊？对啊，公司之前都给我们手枪而已，他妈的 ！Hello， 你们是？先跟你们声明一下，那个你听到会连发的不是我们带的、啊，是那个是别人带的 ，OK 吗？哦，啊，所以你们是这里的还是不？进这里的可以猜一下，你猜看看啊？你觉得嘞？觉得嘞？感觉你会这样声明，就是一定是你不是你不是这里的啊哈啊哈！你不是这里的才会这样声明，啊、因为你会查。你们只有两车吗？我跟你说，再等我们一下，没关系，努力好吧，努力给你挤出来。慢慢来啊，没关系啊，两车就两车嘛，对不对？我们也很开心啊。什么？啊好还没有，我在谈判。啊，你们就两个人哦？哦，看到了。我们有800个。800个。其他796个死在里面了。没错。796个哦、啊，他们就两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只有两个。谁请来的、啊？手提带给我。然后可能在搬家呢，老鼠搬家。然后那个放后面。进来嘛，然后他们只跑出两个人这样。毕竟你们有800个人，对不对？这是老鼠，我真的，真的老鼠。他们是老鼠，老鼠。我把拿到东西都放后车厢。老鼠，老鼠暗号吗？老鼠，老鼠。他不会，老鼠你都会。啊，我们796个就这样陪葬了，是不是？没有错，跟着这两个。哦，啊，你们人质会怎么放啊？人质。原地速放，原地速放、uh-huh. 很快速的放，很速的放，速速的。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呢？那我们可以开那个宝骏的车子啊。嗯，我的条件。锁住的。妈，嗯。老板的车，老板车不行 ，no no。嗯。哦，老板的车。老板 no no， 你等我一下哦，回个无线电话。我回个无线电话。啊，顶歪。哎，那个 no no 好香哦。哎，你们有没有喝的啊？我肚子我好渴。有啊。你要尿尿是不是？我喝我都尿了。水牛哎，我们刚已经请他喝一杯优乐。优酪乳会越喝越渴啊！这我跟你讲，这里面是液体啊，你拿去喝。你给他汽油是不是？我开了那个喷漆。你看他数值是吧？你真的很渴吗？嗯，很渴。你找警察要啊！你找警察要啊！我帮你拍个照好吧？我感觉你现在很像阿鲁吧？拍啥？警官，你觉得你们还需要多久啊？再一下上马，再一下，我跟你讲，你把你的条件先跟我讲嘛。我很常听到这一句话，我很常听到这一句话，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再一下下都不知道多久。你先把你的条件跟我讲一下，我会帮你回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讲。我等我女朋友的时候，她在跟我，她我在等她的时候，她就在化。我说你还要化多久？就再一下，她要化妆化多久？就再一下下。哎，不能再说，有些女生只花了不到10分钟就花完了，有的是要到1个2个小时呢，你不能这样。我们女朋友比较爱美吧？他妈的，
约那种什么六点的餐厅，然后给我一路他妈花到五点半才要出门。请问你还跟他在一起吗？啊，没有了。啊，没有，那就是好了。这就那你们条件是？原来有女朋友过。你们条件是什么？人质。安全上车。哦，安全上车。哎，人质原地释放，不要破坏我们，不要攻击破坏我们的车辆，不要攻击我们。哦，不要攻击你们，那就是人安全嘛，对吧？那就是三个喽。然后人安全，人质原地释放，然后车安全，好，三个。人质原地释放不是条件。哦，我在问你条件，你直接说出来了嘛？啊，然后亲我一下。啊，虽然我已经离婚了，但。是我拒绝，好吧，那亲亲这个契约头一下，是我拒绝，是你拒绝，那不然你亲你亲这个黄色泡灯泡头一下，他可以亲我吗？但是他不能亲你，你亲他一下，我可以啊的铃声哦，带吧，你看我也带吧，你看我手，我也带吧，哎，他大老二，你我的，你不要吃了，可以亲老鼠吗？那你要过来吗？不是啊，我还是你要亲老鼠一下。哎、啊，你 what the fuck？ 哎，你要准备好哦，你要准备好、哦。有两摸子，两摸发现吗？你准备好，看着我，你看着我。深情款款的看着。你还来啊？不是，你不能趁那个趁人之。你还来啊？没有，上次我就一次了。上次我就一次了，然后警察说要把我们毙了，你知道吗？警察说他看不过眼，要把我们毙了。哦，你回来哦。赶走了。啊、有在乎老鼠的感受吗？你回来哦！老鼠的感受吗？老鼠，对不起，老鼠，对不起！不要闹哦！老鼠撑住！哎、欸，这边谈判先回报一下他们的条件，他们要人车安全，然后人只会原地释放。如果刚刚在旁边放一台车，我把东西推进后车厢。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说他很……我跟你讲啊，你再这样搞下去哦，我跟你看哪天就会出现一个条款，叫做 Steve 条款，他妈的！你撑着啊！啊，撑不住了怎么办？撑不住了，等一下帮你调那个营养液啊。这样就好了哈。啊，可以走了吧 ？OK、欸。因为他们第三个是要我亲那个他们的女杀手啊，我亲了。哎、欸，你们可以聚集一点吗？他说完，他没有亲我。你们可以聚集一点吗？有，我给你很水，还是再一次。弟弟，你要怎么放招？你要那个，你要那个 S 一十二，然后再接那个大补群部。啊，什么东西？聚集啊！不是啊，我要你们，我要你们那个啊，我要拍个照啊！哦，帅一点吧，比帅一点吧。你要帮我们拍个照吗？那我摆个 pose 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不是补师，我怎么会有？我没有群补跟单补、哦。我社恐。哎，你们另外一个呢？抓到了，救我！另外一个，我看到了，你们要背对我吗？哦 ，OK。等你吗？可以看我吗？可以看我吗？有没有拍到？尹佳一，哎、欸，你那个后面那个可以变成尹佳一，不，因为不要穿内裤啊。然后你这样拍，你看起来像暴露狂。那个都属于私密合照啊。他不谈立场。对。OK， 好了，我拍完了。好。Okay. 好，走了。我们是接人质吗？好，帮老鼠拍照啊，应该不用吧？对，走吧。准备上车喽。解锁。OK 了吗？哎、欸，你解锁了。Okay. 等一下哦。干嘛？等我一下，我要暴食了。你他妈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等等等等等，我要暴食，你们没听到，十四五十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一二三四二五六七二八九三十，九三四三一。我问一下，暴食要干嘛？多久之后开始Peter？好好好。是等你啊！等等，开始等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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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警官，听得到我说话吗？后面的警官，
后面的警官藏过来，藏过来。哎呦哎呦！怎么那么轻啊，孩子？后面的警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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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理你。后面的警官。他不想理你。妈哑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那车怎么突然飞起来 ？OK， 那个是那个我们派来的间谍。OK， 路障。那个是刚刚死去的那个794名兄弟死去的亡魂。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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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车身位，十个车身位。十个车身，十个车身。OK OK OK， 快甩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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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甩掉。转个弯，转个弯。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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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欢迎福，欢迎福，欢迎福，欢迎福！好，欢迎福，欢迎福，跑掉了，跑掉了，跑掉了！走了，跑掉了，回家吧。OK， 欢迎福，走吧。没有警车了，对不对？欢迎福。好，你们今天怎么没有带手提包出来啊？哎，下次。好吧，下次。欢迎福啊！哎，铃声啊！妈，还有人在提醒，真菜。我看没有那个兵，没有没有两台警车。喂、嗯，哎、欸、什么？哎、欸，我刚考到什么东西啊？我看你很嗨。我知道。嗯。因为我没有气差于今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看过来，有女孩吗？看到男警。我他妈，我连车上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看不到，坐几个人我也不知道。哎呦呀，被失败。翻车，翻车，翻车，他翻了，他翻了。怎么翻一堆啊？走了。为什么这样就翻啊？什么意思？太懂，不太懂。跑掉喽！好，直接右转。高歌离席，右转，你要直接换吗？这么狠吗？啊？直接换吗？换了，我们要去浴槽车，没时间了。我这样不懂，这样换这么狠啊？警车在外面的，快点换完。那台不要。欸有人没换衣服，完了，你自己掰喽，拜拜，耶喽。哎，马丁，你过来好吗？啊，不错啊，怎么了？不错吗？那个，我们刚刚换完衣服啊，然后刚好被台警人发现了、啊，现在是一个人跑，不知道谁。哎，没事没事，我不知道啊。我们换完衣服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被抓。但感觉你们这样可能会被全部被盘呢、欸。嗯、啊，等一下，没事。问题再说吧。哎、欸，回去换衣服，回去换衣服。那个，你开回来，全部换去原本那个衣服，快点。不对吧？不好吧？为什么？我没有刚刚的衣服。回去救他。我没有刚刚的衣服。啊，那你用你把车开回来，我来救你，把开回来，我来救你，我开。你不用吗？不用救吗？你不是东西在你身上不是吗？对啊，东西都在他身上。衣服在你身上。我说你刚刚换衣服换衣服的动作怎么那么慢了、啊？还在犹豫。那个红灯，我想说被看到了。你还在犹豫？我不跟你说运钞车了，我要运钞车，没有来得及了。可以啊，可以啊。你要救吗？还是你就自己开去机车？我刚刚红灯泡那么。等一下，我忘记了，我再换回去一下。Hey, come on, who am I? 我跟你讲，前面的东西全部在你那边哦。不是，就两台警车而已，我怎么可能跑不掉？一台 Mary 又没有，告诉我怎么跑不掉？啊，好，跑掉了，不浪费时间了。
歌。没关系啊。行啊，那黑钱你要吐完。65000块哦。不好意思，韩国餐厅。OK， 这样子。公里100，那么贵啊？要一个抢钱的 taxi， 妈的！换我那个1公里200的上车，那个附加附 ，OK。干嘛？怎样？啊！你被看到了。这么超夸张的，他怎么看到我？你是讲话很大声。你干嘛？去换机车了？哎、欸，我、哦、你换机车。我跟你讲，我是在别座岛、哦，他是开过来找到我的、哦。快跑啊！快跑！快跑！赶场，老哥，要赶场。是个无耻的人。你跟老头约几点？他刚跟我说十点，那咋样？刚那一批我们自己的，还是要算给彪哥。他说他那边有80箱。嗯，这次的价钱是比较高。对啊，18片。我跟他说算那个18块，2万4万，哎，两什么百几万，45000，然后卖2500片。那我就算这次算我们自己的吧，他的货我们下次再弄啊。我觉得就算清楚了，还是怎么样？这边哪一次卖的比较少的话，那我们就跟他们分。啊，卖比较多我们就自己拿。可以啊。好吧，好吧。废话，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控制的吗？对啊，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已。他们又不知道。对啊。还是我们自己瞎办一个价钱。不行啊，这次的12块。哎，我跟你讲，超夸张的哦！我刚刚是完全没有人看到我，然后我转到托里切诺座岛，然后那台机车直接骑，那车直接开过来，然后看到我在这里，看超猛的。你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东西给我。没有那种可能，没有那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很扯，很厉害。把他。我没在面试。哎、欸，他是啊？他拿货是吗？哈？拿什么货？不是。不可以。
欸，老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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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个问题，欸，老哥，你刚在送货吗？欸，对啊。欸，no no， 这样 no no， 真的 no no， 这个会，啊，会这个会请你出国玩。没有那个。去牛蛙岛几天？没有啊，我刚刚是车被淹到了，然后我们开车，但是那个还在啊，就是。我的工作提醒也在啊，就是，所以我就要，我就要他去租那个工作的车，这个被政府看到，诺诺。没有，不是这个， okay， 你要去，你要去那个东西就掉好了。你要去讲了，没有，你就跟政府讲一下。对，你要去讲，你要去讲。你不能就自己讲。道歉。没有，不是我们只是提醒你，我们只是提醒你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知道。他开玩笑的，跟我们说，有跟我们说。反正我们大概知道他的车海掉，所以我们才叫他自己来啦。没有啦，那个就是还是要去那个讲一下。那边有说只要海没有那边有说只要海掉，基本上你都可以这样做啦。OK， 道歉。对，有说。他有说。OK， 没事啊，我早上看到。OK， 谢谢你，没事。不好意思，他是海掉了，对不起。谢谢。对不起，没事，不用跟我道歉，不是我们的，不是。对不起。你是坏人。我们有这么干嘛啦？我只是想说他这样子会不对啊。他以为你要对他干嘛？怎么可能？我是我有这么坏吗？我是那种会请别人出去玩的那种人吗？你想要干嘛？我只提醒一下而已啊。带我去哪？这个就跟这个，我要去龙星窟，我要去龙星窟。去哪里？欸，我那龙星窟，我骑车停在那个衣服店后面，等下可以再骑一次。田中他的车是哪一台啊？叉妹子啊，跟阿龙同一台啊。你说那个，是我最适合的那一台。Monkey car。Monkey car。Monkey Moto， 你枪放一放，枪放一放吗？没差吧？等下还要去工作啊。哎，我的周总在那里啊？那不是这边啊？这样对吧？哎，这是另外一个标志，它坏掉的。Hello。哎，你说啥？走了。说我身上这把是要放哪里？没有在下面，我放下面。就放龙心窟那个。哎，没有，你那把是那个仓库拿的。喂，拉拉，那个老头要找你，把飞行关了。我在打。我放下面。拉拉。他大岁，他不，他好像不太让他讲话。喂，那个，欸，那个拉拉，他喉咙不舒服啊。欸，那你打给我。我们是几点？我们是几点？11:30会出车。好，那你们是谁要去？我们是谁要去？我们应该会有一男，有三男一女。三男一女。对对对。好，嗯，拜拜。哎，你车放哪里啊？我看一下我的。在那边等我。谁要去搞运车？你跟龙啊，来加一个，再加拉拉，再加这边一个都可以。亚历山大帝，哎，不对吧？我想去玩任务，都不在啊！浩哥，古派，刚才被绑架，在等他啦。哪里？还在大睡吗？对他应该大睡，刚那边。那我先再去再租那个骷髅吗？我去租一下骷髅吧。你在哪里？我在龙兴窟。我在你，我在你啊！我等下在那儿。我在你租骷髅吗？
想玩啥任务？我想要再去参加一次平凡任务，然后去当一下佣兵。你有没有想要？有没有想要去运钞啊？可以换一下，没关系的。没有、啊，龙跟那个谁，龙跟那个马丁是刚刚没参加，没有去工作的。然后拉拉我休息，然后拉拉一定要去。那我休息，龙跟马丁去。那这样三个人就够了。三个人吗？然后你跟马丁跟拉拉肯定的吧？肯定的，肯定的。跟他们约那个八九赛啊。哎。好啦，杨喂，怎么啦？大哥怎么啦 ？OK， 你们四个去。我想想，哦，昨天有一个女生想要介绍给你认识啊。你有个女生想要叫我，为什么要介绍给我认识女生呢、啊？啊，因为感觉那个女生蛮适合你呢。很适合我啊！我昨天跟阿普，然后还有小胖弟，我们三个人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啊，我们非常觉得那个女生非常的适合你啊。什么意思？他感觉就 你也会喜欢的嘛？不是我打给你是他想要，哎、欸，他说他想要找一个那个帅气、成熟又稳重的男生嘛。完全我就想到你、啊、一个完全一个都没有搭上边。哇，你成熟稳重吗？完全一个都没有，好不好？那个彼得罗维奇在你的领导之下解散了，解散了，解散了，解散了。你不看你们那个不幸解散吗？什么叫做不幸解散？就是他妈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没得成立，好吗？没有，你好像没去过。啊，你们今天，你们今天，你在我们三，我跟你讲，你在我们的三个的心目中，你就是成熟稳重的那个男子。完全没有。你们今天、哦、他说他又喜欢那个金发飘逸的那个感觉。哎，你们今天会去？你们今天会去出平板任务吗？有可能啊。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啊，不我会啊！我去当佣兵怎么样？我你今天一个人是不是、啊？没有，我不是一个人。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我今天不是一个人。可是我们那边四个人呢、啊。有可能他们需要，他们要出外岛任务啊，懂吗？哦，可是我们这边四个人呢、欸。哎，是今天是外岛吗？我不确定啊。你有问过你们那个老头了吗？有啊，老头刚刚跟我们说四个人啊。啊，真的假的？你们有谁？我们家的、啊。哦，好吧。OK。如果是外岛不够，我们再找你啊。啊，如果他讲四个人就四个人啊。啊，他我们刚刚问他是说四个人啊。啊，讲四个人就确定的了。对啊，对啊，对啊，四个人。OK。啊，我们等一下那个再说啊。我不想认识，拜拜。我也。餐厅姐，我堵车过去。你们在哪里？我去餐厅。干个嘛？谈喜钱是不是？哎、欸，他说11:30会发车哦，老头，老乐说11:30会发车哦。是现在半小时左右准备。他拿这把 PT 啊。好奇怪的人哦，居然喜欢用 TT。怎么样啊？不是7M不是比较好压吗？而且弹量也比较高啊。我开心。那我去威龙新故放。哎，贺龙，你的 M5 得要开吗？欸、拉拉，我跟你讲，我们可能如果我没有开到，我也先要放我的东西啊。黑袜子。M 没有开的话，可以借我。等一下说听不到。那么等一下，检验车用谁的？用你的。M5 启动。你的挑战者借，你的挑战者借我好不好？可以啊。你的挑战者借我。
干嘛？干嘛？干嘛？我怎么起不来？你看，现在，OK OK OK。你不要动，我跟你讲什么？大家跟大姐出去忙。所以谁要去？大姐，可是我陪你到外面啦。不是啊，我刚刚跟老头讲说我们会带个女生呢。你刚刚说。对吧？那我跟他去。那大家，大家第二个就是大姐要跟四嫂玩，约晚点。老头是另外关。等一下再跟他讲。他应该正在讲电话。嗨。上车吗？嗯。是谁啊？你剩下半小时可以谈哦。带走了哈，那我去帮我的。我去谈一下事情，大家就回来。五百啊！我拿炸弹了。哎，现在是谁车子有拿去放啊？
我在下面。我没事，你走吧，我没事。他拿装备。龙鳞是放车吗？我回家放我的刀子跟我的枪。嗯。地方还是六一六啊，就是六一六啊。啊，我看要不要放在六一六那边、啊、我的车。来刮刮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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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靠腰，要这样子，我先检举他。我跟老婆说了。说啥？说啥？喂？Hello， 我们的声音呢？你有声音啊？靠腰，拉拉。啊。哦，对啊，哎，他那边跟你谈好了吗？警局的地板看到一个手提袋，没有人拿，我可以把它拿走吗？啊，有吃的喝的吗？对。等下，警局的地板，有点危险哦。没有人的吗？抓地板没有人拿吗？那你就捡起来了。有问题哦，那个头上秃秃的会来找你啊。空的吗？有喝的吗？等一下，你们都是到六六那边接我，我去加个油。OK。Hello。哦，还是我的位置让他进去。这种是男症欸，要一个老练。刚起床就是要怎么样做日群啊？起床去跑扩卡，扩卡，扩卡。我东西给你啊，你去，你来啊。没有没有，你们去，你们去啊。你不是缺钱？
这个大，这个这可以大赚钱的呢。没有，我现在缺招啊。你喜欢缺招啊？叫你跟我学，你又不想要。我不要那种的，我不要那种的。去学摩托车啊！天哪、啊！这个。要练招了是不是？嗯，我去东岛研究招，因为研究是小飞，然后可以骗人的就好了，那种飞天的。要想一下怎么甩自测啊！我跟你说，我每一次甩都是剩那个自测了，他妈的，自测难甩哦！自测你要用飞的飞到他，他怕了，对不对？连在你屁股，你基本上很难逃过他。除非他技术不好甩一点点。再回瑞拉一趟，这样。现在是去干嘛？他们要去运钞。加油加油加油！看，瑞拉关门了，他妈的！马林没开，只有瑞拉有开。天，300块吧，300美。我的那个我需要保养啊，租车练啊。哎呦他妈的，我们简易是缺谁？你们不是拉拉得去吗？我不知道拉拉刚吧，韩天佑勒啊，他说如果他不去我去啊。你们不要跑，我在追你们了。你们不要跑。阿爸，你们来餐厅再接我吧，我拿东西。好险，我还有一台阿妈的买中车。这个亮带，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啥东西？什么东西？什么意思？这怎样？在干嘛？铁鸟带。不知道，我说刚那个有步枪的声音，冲锋枪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枪，反正连发的。哎呦！啊，好，就
顺向不开，开逆向这样。你要载我吗？路上。那我们那个韩国那个超商，我买个那个刮刮，无限电加三。我操，傻小啦！这个人是怎样啊？发疯是不是啊？哎、欸，我要去游乐园玩了，有几个妹子找我去玩了。等一下，等一下，再多租一台库洛玛，或者是萨姆特都可以。七七点七二吗？八六点六九。加三。哦，自己先会加零点。我先把手刀先放一个防弹衣，等我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超冲，我还没买，我太重了，太重。嗯。手刀先防弹衣，看你们谁要拿。我两件，我将一件。我两件啊。那我拿一件。你有两件呢？龙，你有防弹衣吗？有，我一件。秀嘞，有我一件后代。嗯，一件防弹衣，十一个龙吧，三十八发花，八百发子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等下我们打完就是全部人在原点就好了。你说不必要吗？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了、啊。你说不要偷跑什么的。嗯。老弟，我要蹦几个人。在追台。要出两台。乱来啊，两个人啊，还二啊。没让陪秀是不是？好可怜啊。要换一台，要不换一台？换台，换台。我们先去，你们先去加油，我去那个，加去日超那边等，顺便原地蹭个玻璃。今天有没有什么三角锥头？不知道。那台车好像很挤哦，好像很挤哦，那台车。
哎、欸，看你啊，大帅。我哎、欸，我去找医生就好了，是不是？看医生是不是？看医生啊，说你玻璃。对啊。先去医院。Hi Luis。Morning。你们去医院，我在这边等。嗯医生，我受伤了，好像变成玻璃人了。医生 ，Hello，Hello， 是啊 ，OK。哎，狗面具很好看哦。来预防玻璃。
摸回去了。有的西化没急吗？没有彼得吃饱喝足妈的，那个是右是不是啊？啊，什么东西？他在餐厅门口啊。那这不是你的吗？那挑战者就在对面啊。靠腰，好像发现。我操！他骑正面进啊。对啊，进进进。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拍照的好。上班加油。
现在好想发动一键跟随哦，自动跟随。快睡着了。嗯，没事，我都快睡着了。但下次叫大老板机，过这个时间不干。下次你可以换人嘛，可以换小开啊。然后晚一点就没人了。晚一点不会啊，你换小开。我们在有三角锥吗？今天？哦，没有，今天是没有。哦。也许 ，maybe。三角锥兄弟。这三角锥兄弟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在讲什么？还是就这边把它闭。那去。他们越住越阴湿耶。怎么样？你们的车刚有看到他们拿东西吗？有啊。我耳聋了，我耳聋了。一个好像没听过的声音，忘了谁。我耳
像那个我以前的小弟的声音啊，很像。你以前小弟的声音吗？对啊。阿东，他那个变变 OK 的哦。真假的？让我享受这片宁静。OK， 让你享受这片。他变 OK， 你怎么没有把他找过来当下线？因为那时候他比较，他说他去枪店打工啊。不要是什么意思？他厌倦了这个生活吗？嗯，他有点久没洗了，最近才洗。多一间，第二间。有一个没戴头盔，然后红色头发的，等下有办法先打他就打他。这样，我曾经也是像这样。后面有两只大老虎，连祖祖车车都过世了，还有这两只狗。那我们就要跟着冲啊！没听过对蛙爬吗？没听过对蛙爬吗？你在换弹夹呢？你在换弹夹，你在换弹夹，阿丁，你在换弹夹。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一直换呢？我怎么知道你啊？你弹夹一直飞出去啊？他们那什么套装？确实。
他说他激我啊，他说他激我，他说很想要让我快点把他们开掉啊。没事啊，假装没听到。好像越来越想把他们撞在墙壁上了吧。耐心。欸，我认同欸，今天的看起来真的是以往以来最丑的一个。操你妈的嘞！真的是，妈他的帮你两完蛋了。他搞不好对每一组都这样讲。哪知道？哦，这边看看。啊，有警车。等一下，如果是加油站的话，就先等它放完之后，我们再把它闭停。放完就开打啊！没有没有，他已经讲老头讲过了。那如果是加油站的话，等他开走再把他逼停。OK。欸，你说的对，我还以为帮派现在帮派都很有审美，现在审美真的越来越差。还是会不会是亚历山大的审美真的不好？这是我配的吗？好像也不是啊，白狗是我配的。对啊，我不记得。反正他们几个一个个妈的完蛋了。有拿东西哦，等一下他们出去之后就把他们逼停。要放东西。枪械拿好，结束。我逼了。硬撞硬撞他撞不赢，硬撞警察，他车打那个没有帽子的红色头发拉远点有冲锋枪拉远没有帽子的。我穿防弹衣，穿防弹衣。左边，来左边。打那个冲锋枪。
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冲锋枪，冲锋枪，冲锋枪，打冲锋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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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就这里。吸个烟，吸个烟，吸个烟。剩要差要剩一个，要剩一个哦。啊，剩一个是同学，完了完了。剩一个，剩一个。给他分那里，给他分那里。帮打，帮打，帮打，帮打。好。我一个车，我一个车。你们打，你们打。我分派你的放在那个走道，然后其他放在那个草坪。嗯，一车一车一车。那个绿装是不用移的，我们移骷髅马，移骷髅马。大带给我。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开白车，等下开白车，黑车被爆胎。你要炸是不是？来。哎、欸，他们是不是少一个？喷满呢。哎、欸，你要炸吗？炸炸炸！炸那个玻璃呀、啊！哪一个？哪一个？左边最前面、嗯、哪一个？哪一个？我在流血，我在流血，我玻璃呀、啊！我整天都在玻璃。我问一下，这个背包包的，不是哪个背包包？你们刚刚左边站前面最前面那个是谁？我想问一件事情，怎么了吗？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啊。啊，那个头发有点炸炸炸。怎么啦？怎么啦？啊，那个，那个，我这样两梭子打在你身上，两梭子打在我身上，我也怎么知道啊？我不倒，我差不多了。他说这太没。我快了，我创翻单一啊，你懂吗？没有、啊。队长，你不能这样子。哎呦，我真的是。没事没事，没有我告诉你，后面那两个还在那个，你不能，哎呦，啊、他们两个这怎么了？他们两个不说 OK 我有跟，我有跟，我有跟，他们说 OK， 我跟，我有跟，我有跟。他们的状态，他们的状态啊，右手边这个是在说，没有，我有，我好的，我照上去再跑，照上去再跑，要跑、哦。我是好的，我是好的。过了过了，对，哪里跑？最后点了，最后点了，跟他说他中弹，别乱跑。兄弟，我听无限界，你们 OK 我才出去的呢。对啊，我就是出去啦。哎、欸，没有检讨之后，你们起来再检讨好不好？哎、欸，你们起来再检讨，现在受伤了、啊。一下车就跌倒了。哦，那个跌倒那也是没办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撞我们。老板在撞。不是、啊、那个那就代表说你那个时候还不能下车吧？对不对？我没下车、啊，我代表。我是说那时候有人下车了，对不对？没有啊，你们刚才那个车子还在移动的时候，你们有人。那时候我还没有。我还没有，我在等车子停下才下车。那等你们要停了，我才下车。那个状况确实是不能停啦，那个时候不能下车，是有停啦，只不过感觉是有那个后因为我们另外边后摇，你知道吗？没有那个每个人眼睛的那个、看的对世界还。视觉差，那没办法，那个我知道，我都是等完全停的我才下车、啊，我最后一个下车的。哎，他妈韩国帮倒了，我大哥去当人家小弟啊，都快吐血了。大哥真的是没用，天哪！后面那个骂了，我操，后面那个很火，他很气，真的哎，我操，停。韩国班的小弟耶，跟你交换位置，跟你交换位置，你去那边，我去那边、啊。对对对，他很讨厌韩国班的小弟。他说那个韩国班大哥那个跑去当人家小弟，他很不爽。对啊，小弟吗？嗯，我听说韩国班没有去当小弟啊，全部人都差不多啊。没有啊，然后那个，我觉得臣服于那个有一个那个男生臣服于一个女生之下，应该没什么吧。哎、欸，谁？你去跟后面那一个讲。你跟后面那个军那个红头发讲。红头发他以前韩国帮的。他韩国帮老大。你跟他讲。他可能不关我的事啊，我不好插手啊。不插手吧？不好插手，不好插手。哎、欸，我真的问个问题。怎么了？认真问，我真的这样两大概两个大夹子。我觉得你有泡掉。他没来嘞。有泡掉一点点，因为我没有放，我是直接把弹夹一次收完。可是最起码也有打到三四十八一张，三十八左右，大概是一件防弹衣的感觉吗？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什么，本来没什么受伤的。OK， 那只那就代表说你没有扣激活我，懂吗？没有，我有说。没事啊，那不是那代表什么？所以说这把枪我他妈枪，你拿那把，我是狗，那带什么、啊？我才是狗。我们俩你带什么、啊？我也不带了。我下次遇到你跟你讲。OK， 下次遇到我还有下次啊。如果下次、啊、你现在给我电话，让我知道你是谁，我就可以。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现在不跟我讲就算了。你想知道啊？啊，我想知道你现在不讲，那也没办法啊。那不如这样啦、啊，不然这样，你在我口袋塞个2000块。我干嘛塞2000给你？你想知道啊？啊，算了啦，算了啦。啊、不然1000吧，真的不想知道啊！警官，请退到那个门口，请退到门口，请把那个车子移到门口 ，OK？ 好吗？门口。门口在那边。警官，那边那个路口 ，OK 吗？好，那边是不是？那边那个路口。把我撕票，你怎么跟警察？阿宪扣，阿宪把你的嘴臭功力全部释放出来。我不敢、啊，我相信我不敢、啊。你这样子怎么跟警察谈？啊，请问右边发生什么事啊？大不了的、啊，到底右边在臭啥？他、怎么还有这个警？阿宪，把你嘴臭的功力拿出来。哪里？没有，他过去了。你要谈判啦、啊！谁要谈判啦、啊？可不可以快一点啊？啊，怎么有人翻车啦？来搞笑的是不是啊？阿婶，你在干嘛？马丁怎么样？拿啥？讲话！Hello。Hello。我是谈判的，请问你们对面是哪一位？我来。你是谈判的对不对？可以。不管怎么称呼啊，三个倒地，一个单子嘛。雷克斯，克雷，叫我雷克斯。哦，雷克斯是不是？叫你那个黑狗狗吗？黑狗狗 ，OK，OK。好、啊、了、okay, okay ，反正黑狗狗啊，很简单啦，我们东西都处理完啦。反正等一下，我们人就是这样放着，然后你们再来处理啊，然后我们就是安全离开就好了。然后等一下嘞，嘿，你说。然后等一下，你把那个，现在几台奇景啊？几台奇景？你把他叫过来这边，把那个两台机车开过来这边。叫过来让你看一下，这个算一个条件哦。也算一个条件，然后你就停在这边，然后两台奇景都要下车。下车吗？对，下车之后，然后退到那个那台警车后面 ，OK 吗？这个是我这一台，对你后面那台，对。哦，行。这个是一个条件。我先问一下，好不好？也不一定啊。这个歹徒第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两台奇迹。不是，第一个条件是安全离开，第一个条件是安全离开，那个是第一个条件。OK， 那第一个条件更改一下，第一个条件是安全上车离开。我没办法，老板选的吗？这个有个缺点，我们一。确实很丑。Video check。我们寻找一下指挥官。指挥官不见了是不是？嘿嘿。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两台，现在是不是两台 T 对吧？确实，那没办法。两台 Mary。是吗？是两台 Mary 吗？我们这边。OK， 他呢就希望他的车子两台车子呢，看到我前面，来我这里，来我这个位置，然后你们下车到我的那个皇冠后面，直到他们离开之后才可以上车。我在这儿，举个手。对，你们要下车，然后到我那台皇冠后面，然后就先站着 stand by。那你们是不是不知道吧？哦，不听，你
是两台离开吗？还是一台？两台啊，两台，没有几台，摩托车就来。两台离开吗？没有，两台开来这边啊，开来这边，开来这边。没有，我没有，我问的是你。一台一台白车，一台白车，我就一台白车而已。是是对对对。不要跟我说谎哦，说谎不是好孩子哦。哎呀，都跟你讲这么久了，怎么可能？你把车开过来，我当然就是白车离开而已啊，对不对？OK。就扁了一整组，你知道吗？就是 Max 吗？啊，这样可不可以？啊？我刚刚的要求是把车开过来。车到我这，车到我这，你人就站。哦，我人那台，我人在这边。我想要看车子啊。看我车子干嘛？这个条件呢、啊？那指挥官，你答应是不是？啊，谈判官。没有吗？有问指挥官答不答应啊？是我答不答应啊？我来谈判而已啊。你们可以那个。那我问一下。你问一下。啊、法定好不好？钱多啊，两万多啊，两万五左右。然后嘞？然后没有什么枪啊，没有啊。没有配件哦、喔，没有零件哦、喔。没有吧？可能本来就没有吧。哇操！子弹啊，500多发吧。啊，有钱就好，有钱就好。哎、欸，对对对，啊，另外一台也有。哦，有肯定啊。那可是问题是好，哎、欸，怎么了？你们用白车，我们黑车就要先扣掉了。你就扣啊，没关系啊，你就扣啊。先扣掉是不是？很酷哎、欸，那个下面是喇叭吗？对，好像也不是。那个是那个黑色的、啊，那个是喇叭吗？然后那个这个条件啊，啊那个马，你刚刚不要看到狗吗？有个不是个巴巴带着狗吗？把叫过来。那你遛狗。外面啊，不是一只那个罗素梗犬吗？啊，你讲嘛，你问一下嘛。请问我们这边是有单位把 Eagle 带过来吗？那他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他想要看一下狗狗。不，先把他带过来，先把他带过来，不是不是要看狗，不是要看狗。对，把他带过来，等一下。我只是把他带过来，你先跟他讲说，你只是跟我只是讲说先把他带过来而已，我没有说要看狗，好对吧？哦，先带过来是不是？看到了，看到了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这个你们台湾官连话都没听完了，我是说要先把狗带过来，我再讲条件，懂吗？带过来了，带过来了，在这里啊，带过来了。带过来，嘿，带过来。条件就是这台车的副驾要对你们家的狗讲一个很深情的话，通过我才会答应这个条件。OK， 那我先回帮一下，你先想一下 O 不 OK 之余。怎么喝的？没有。我林肯，我林肯。深情。怎么样啊？等我一下，哎，他讲，怎么了？他怎么着？我反正想要叫爸爸去讲。他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他希望那个先把一狗带到他身边，然后子瑜应该是子瑜吧，子瑜要跟一狗讲一段很深情的话，他就这样而已。哦，这算四个要求啦。什么四个要求？我那就是安全三车离开嘛。对啊，然后看然后机车放这边啊。第三个就是要那个副驾跟那个只狗讲深情的话啊。三个啊，第三个啊，是哪第四个？你怎么这么大只啊？我操！我听不懂，我不是狗。你再多望几声，我也不会听懂你在讲什么的，懂吗？就继续望。你要说出你的二哥、三哥名字。要怎么望？我是听不懂的，懂吧？那个没有用的。以翔者啦，不是陈
听不懂啦。听不懂啊，肚子饿是不是啊？三哥呢？三哥，怎样？我先把，我先请人把你们黑色的扣掉，白色留给你们的，好吗？啊，离开这扣啊 ！Q 完这只狗看起来肥，既然想要炖狗肉，现在就要是吧？狗肉汤，离开这扣不起吧？是狗肉炖成的汤。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叫你那个朋友注意一下啊，那个是警长。哎、欸，那个是警长，你不要拿斧头在旁边威胁他。啊，扣了是不是 ？OK。黑色骷髅嘛已经扣掉，然后三环是三名，然后一名是被吓死的。哎、欸，他还在拍照。这样，我那个第三个条件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 要做？啊？所以 Colin 指挥官，所以第三个要求 OK 吗？要拖多久？因为我在谈条件呢。没有，主他的主要是站在那边而已。应该是更正说，他希望子瑜可以跟异狗去来一段深情的对话，就这样。有理解到吗？哇，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啊、？OK， 是不是？他现在要讲是不是？好没人性。哪一个？啊，可以讲了，可以讲了。一个，这个啊，这个叫我讲的。我没有，只 OK， 只有在讲。讲一段深情的话，我觉得 OK 就 OK。那你这样子，我也不拿了。一个。你大声点，大声点。他们这样子不太行啊。对。你会怎么处理呢？一个。至于调皮。确实。那。听不懂。他说：“不要让我。”200 那你要讲了吗？你要讲了吗？狗肉炖成的汤，一天一顿，没有老汤。50也行。不同意，一狗走了。不同意。2块，撕票啦！哎、欸，那没办法喽，因为他我们不同意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不是。那你来跟一狗讲一段深情的话。我没问题啊。啊，那个，叫那个阿爸爸再跟他讲一段身体真话好了。应该没有阿里巴巴，没有爸爸。Ego， 还是我讲好了，我跟他讲一段好了。你讲没事啊，只是 Ego 啊，就是，我是那个从心里面我就很尊重你啊，啊，虽然你是那个，要不要换一个？一般，来啦。不是我说那个是不是都在讲了、这个女警把这个狗抱抱举高高就好了，抱抱举高高，对吧？你知道他是我儿主吧？他是我训练的嘞。那你还不能跟他讲深情的话？会抱抱举高高，你养他养大的呢？肯定不是养到大，是我路边捡的。哦，路边捡的、哦，难怪讲不讲深情的话。哎，真的是拿你们没办法。那我可以把我儿子拿走了吧？哎，那你们就看着他这样子，把那个儿子看起来在你手上超他妈大只的呢。而且你我儿子就很大、啊，你臂力有够肥的。Oh my god！ 你不要动。哎，你说他肥是不是啊？怎么啦？怎么啦？餐桌上的炖猪、烤全猪哎、欸，插一个苹果啊！不要动。我切一块下来吃，要不要去找？颜色是挺像的。好，走，可以了 ，OK 了 ，OK 了 ，OK。哎、欸，那、，Are you ready？ 我们要上车了。Ready， 其他部门 ready。好了，上车了。快门上车喽！你们 ready 了吗？我准备。那就开吗？你开吗？看你啊。Let's go。你想你东的，等一下你先下，我们去哎、欸、等一下你先下，我先下，不对，那路你要先下的话是我要开你，没差，等一下换人开的，那你开差不多你就去你的车子啊，那一个人跑，然后那个我们等一下再，我们先挡车子一些车子。
你们换车要先换谁？因为我不知道计划什么嘞。计划就是我们放车点都下了。啊、两个放车点是哇，我第几个下？没有，我们三个一起去 M5， 然后那个马丁一个人去他的 S 书。哦、OK， 是这样。完了，完了，结束了，结束了，完了，结束了，完了。顶一下，顶一下，干不离是顶一下。啊！顶够，顶够！啊！脑充血啦！脑充血啦！啊！哎呦！哎呀！再来一次！哎呦！哎呦！哎呦！哦，有了，有了，舒服了，舒服了！是啊，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啊！禁用，这招禁用了。好久没开车了，其实让我不知道怎么开。还是你要 change？ 就是再一下，再一下，再翻一次就换人吧。我觉得再翻一次他们就会电我们的啦。他们整车的平衡也很好。360。看着你看，不不不不不不不，陈局，看来你很少开这台了。One second. 操，最后面有两个骑警。你看，那可以玩。那边还有喝的，没了，是不是？好，等一下不是被豆弹死，我就要知道就是要渴死了。Hello， 啊、Hello， 萨利亚。马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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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马丁，哇，我真烂呢。上一下我可以一口一口说不要。一口上，就是这个一口上。哎呦，再下，干嘛？我再下，一口上。
地沟上，哇塞！再下，再下，再下！一个腰，一个腰，一个腰！你没撞到，你没撞到。Hey boy, are you okay? You go normal. 呦呦呦呦呦呦呦！上车，上车！呀呀呀 ！Nice boy.、啊、我操操操 ！You go normal,、no, you go normal.、No.靠、哦，那个人，这台车是啥？哎呦，我操，这台车是啥？没关系啊。感觉这台白车有，又来了。不是，这台车很快，这台车很快。对呗，我就说，看看就很快。为什么会一直撸来撸去的啊？很滑，然后我想一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还是因为有四个人啊？我觉得有可能。一分算吗？可以来一个。妈，为什么我在流血啦？因为玻璃的，再过一次。可是刚才没有呢。啊，刚才没有呢，现在才玻璃。前面的桥，然后去溜一溜，换车。哎，我觉得不要上桥呢。没办法、啊，他们会收这多少？换去游乐园。在车不知道翻了几圈了。干你啊！这就很弹哦。我觉得有地方被撞到了。这台车怪怪的啊。我觉得是有地方被撞到，完了。不要让我下车！我下车值得血。刚刚是这样了。你车别动了。这些。完了！完了！没了！完了！没得办了！不要下车，有机会。来，剩一个，不行，我要爆炸一下，我好像受伤了。人过来。去对岸，快点！等一下，我爆炸一下。我直接往对岸游。可以帮我缝一下，缝一下。我怕我游到一半他妈晕倒、哦。有手，哎，龙，你钥匙给我，okay. 我有，等一下一起走。不是，你钥匙有，我先有，怕你们等一下出事。
我不能给。我有了，我有了，我先有，我先有。哎，谁？我要缝啊！我没有零。我帮你缝，我缝。帮你缝右手。哇，那台车不知道翻了几圈了，笑死！干那台车，我觉得有地方被撞到，拉得很弹哦。嗯，应该是刚刚可能开枪不知道怎样。嗯。有吗？我还有一只脚。没有了，没有。把你们手机卸掉，备好。因为是没有游泳，对不对？那我去开车就好。还没，还没有。那我去开车，我在上帮他们监视，他们在互相缝合。刚才那个警车声超大。我怎么感觉我还在缝？什么？你缝好了？哎，为什么你还要缝？我还在流血呢。我刚缝完了没？看一下。龙，帮我看一下。看一次哦，看一次哦。可以吗？有 OK 啊，走。这个车超怪，一摸到就一直很翻哦。以后练刹车就没这问题。刹车不够快啊。钓鱼场的租船点着。笑呢？OK。大概在游。我以为在水里摸鱼耶。哎呦，我流血了。还没事，等下去看一下。不同按键，不同按键，不同按键，没事，啊、肯定看到我不同按键。那是，那是 Loki 啊。快！
因为我今天裸连啊，我今天没挂 BP 了。看个医生。对，有没有今天脑袋中邪？不适合开车。我直接关了，老板我好卡啊、哦，拜拜。哦，这里好嗨哦。